如何流畅，无论心，谨记过。罗佛，我要你保证，以后在做危险的事情前，要如实告诉我。我以后会告诉你的。我最怕的是，你什么都不告诉我。老婆，这是从古文明遗迹里发现的项链，叫永恒之链。 希望它能一直守护你的平安。这天又下起了大雨，起了雾，我又没找到方向，迷了路。我又怎么好能触碰你温度？ 更重要的是，罗峰的身份出现在学校，我的家人，还有我刚刚出生的孩子们，刚刚去世，你说什么？你终于找到你，每一步都是爱的足迹。